你干啥呢？干啥呢？你这拉粑粑吗？还挺老实。好像拉粑粑，搁那蹲半天了，还使劲。嗯，拉吧，使劲。还瞅呢，嗯，他瞅呢，嗯。哎呀妈，还皱个眉，没拉好啊！不知道是不是拉粑粑拉没拉呀？嗯，那米线是不是还有啊？往看一看。有啊，饿，饿了。那你一会儿你就泡点呗。干啥呢？他是不是他？我怀疑他搁那拉粑粑呢。拉粑粑呢？我看拉没拉呀？那看不着啊，能闻着，能闻着，老臭了。哎呀妈呀，老臭了，这家孩子。那谁家孩子拉的也臭啊？你家孩子拉粑不臭啊？嗯，儿子拉粑不臭啊？你家孩子拉粑不臭。嗯，这小子干啥呢？那是，可能就是单纯的想蹲的。站起来蹲下，蹲下站起来。啊，你会蹲的了？就想蹲的。哎妈，那干啥呢？小石榴，妈妈看看。哎呀妈！哎呀妈！哎呀，不同节日的。哎，你瞅你爸不教好了，他捏你去了。哎呀！哎哎，到你了。飞吻，飞吻，儿子。你自己飞吻。啊，你整你自己吧。哎，不能玩大舌头，埋汰。扣完舌头往你嘴里塞。知道了。这啥玩意儿？主要是他先整你，搁哪摘的针的呀？哪呀？啊。你哪家？我院。啊。没事，前面那底下，刘平那啥。啊。你说我为啥搁底？他谁来看着呢？钳子呀！啊，他钳子丢了。这地方平时有人上来吗？没人。哎呀，这羊大针子，这是水针的是吧？嗯、哎呀妈，还没吃着羊。水羊，相当水羊。啥味儿啊？你给我炸一个，我尝尝。你没吃过？我刚没吃上。没有。我的妈！我去年吃着过，今年没吃，但我忘了啥味儿了。我不咋爱吃这玩意儿。嗯。啊，他要去咋去？其实水羊比那啥大羊好吃。以前他家那个山上吃的树是老多了。嗯。现在都打药打死了吧？没打死，年头如果树高。什么树高？歇这羊就小，歇的他不。原来东山桃不全真开吗？现在都没了。嗯，树高歇的。啊，歇死了。嗯。不爱吃啊啊！别夹着手啊，啥都玩儿。啊。好吃吗？太硬了。就有点像生花生米。嗯。反正水了吧唧。嗯。别夹着手、啊。像弟弟刚起出来那个花生。嗯。你瞅瞅。哎，别砸着头啊！太来砸。坐那儿呢，蹲那干啥呀？你把。蹲那个，我怕他走，怕他走了掀我盖儿。行，你玩儿去。哎，对我妈钱给你了吗？没有。还没给你啊？没给。哎呦我。那要的也不给。那天我刚好上去送来，没给啊？没给。就一直给那250。嗯。再往后还差150没给你。嗯，差150没给。我兜里有，你把那个给奶得了。你哪兜有？这个书包，那个外边那个小层，我有现金，但是我那个拉带拉锁那个。这样。这个。我忘了是200还是300了。我之前求500，完嘎花了。啊，你还有现金呢？
昨天前天求的了，忘了。干啥呢？哪儿？那给你们啊？是那天吗？求的，就是你儿过生日那天，完了抓周，完了我求一千，完了又吃饭，完了这两天又买东西，好像剩的这钱。先拿花，不要。哎呀，拿的不拿？花吧，不能要。你也没有零钱。俺们也不花，花都有那啥。俺们都不使现金。你还那啥？你拿的。完了，到时候我要是那啥，我管他要，你别管他要。要那我他来，我也得问问。你问问他，他也不爱给的，他一天抠搜的。我得不能要，你孩子挣俩钱那么容易，你的孩子都没钱，这孩子一天得多少钱花？啥都得花。没事，你揣着吧。没事，他这玩意儿，他咱也不知道咋的，一天天天就搁那哭穷没钱。那天我问我爸的，我爸说他手里有钱。完了，他一问他的就说没钱。嗯，这多少都没钱。多少都没钱是吧？嗯，这玩意儿可真要命。多少都没钱。嗯，你吃不？我不吃，我工厂没事，我上房后宅的，这回就找不了了。我记得我小时候以前净砸这玩意儿。嗯，砸的衣服确实。可不是咋的。是吧？真的呀、啊。那不是了。这砸着绿针呢，你可不能穿浅色衣服，不能搁跟前儿啊。啊，崩上就染色了。嗯啊、嗯，就这玩意儿崩衣服上就紫了，我记得啊，还是紫色儿啊，洗不掉。啊、嗯，这真好吃。瞅啥呢？啊，看奶了。哎呦我天，这我儿子这眼睛还挺好使，比我眼睛都好使。哎呀妈，还变声了。哎呀妈，好热。哎呀，干啥去了？你好热。哎妈！我说上山你也找不着，我说上山采蘑菇了的。我你说咋的？我上到哪？我那会儿我起早上那个咱镇里头，回来我看有两个老太太，哎呀妈，挎大筐这么挎的，我骑车快呀 我骑车快呀，我寻思人起蘑菇了呗，哎呀妈，我着急忙慌把车扔家我就上山了，我说我溜了看有没有，没有，那他上山那是采那不就采蘑菇吗？这种采三筐也能上山吗？啊，妈忘了，着急。我寻思人家才两个，才溜去了吧？啊，溜什么溜的？哎呀妈！我穿拖鞋能上山吗？我上山才看着，哎呀妈，这怎么忘穿完换鞋了你？你上山了、啊？你上山，你这鞋上一点泥儿没沾呢。那现在它下雨了，后天没下雨了，那呲了都呲了干巴了。哎呀妈！你说黄木团子呢？过时了，真磨是不是还得等两天？真磨得等两天，啊、昨天没修。今天哪能骑呀？我看两老太太人挎个正常大像大腰车，我说那你没看着蘑菇那也不我骑车我也没洗手啊，我寻思人踩着了呗。嗯，哎呀妈，我说我赶紧上山，别妈的让人踩去了。对，没有快了，还有十天八天了就下了、啊、是吧？用了，下我可得盯住。过立秋下午就洗蘑菇。嗯，过了吗？我说你从那下来不会上人家寻摸肘子去了？寻摸肘子你？今天他家可冒烟了。他家啊，哦，是不是今天几号啊？几号？今天九号吧。明天他家还有事儿。我跟你说，他还有急呀。十号吗？嗯，十号。这不今天又遇了。冒烟了。啊，冒烟。别到时候你跟人家瞎走，到时候让人给你逮着，你丢东赖你。我人那是好几条道呢，我也没跟他家院儿出来。不是，我听他里头有动静。那里头。嗯呢。有动静，你那整啥好吃？哎呀妈，大瞎忙！你没去看看吃啥呢？啊，你去看看干啥吃？那一会儿我上去，你就过去干。等会儿，你说等一会儿，可丁家了。等一会儿那一块没动静了，完我他妈这出来了，我再去。你最好你这样去有人，你去干啥去？最好离家院远点。我怕啥的？你拎个筐。他那玩意儿不值钱的玩意儿。啥不值钱呢？哪个不值钱呢？应该。我找你吧，也没在家。你找我干啥呀？说你姐们，你该我那钱，你还不给我呢？该你啥钱呢？你又那回拿钱忘吗？现在一百五啊。嗯，那我不没有吗？我有，我不就给你了。你给我掂着掂着，我这两天不有干啥呀？有礼呀，我得上礼。你还有礼呢？有，那我以前礼我不得随吗？不随让人瞅不好看、那这么大岁数随他干啥呀？那也得随。那这些年，这些年不是你这么，那还是那时那什么时候都哪百年的了，你就不随他都早忘了。那人家忘，那我不能忘啊！妈的，人家忘你，你想干啥呀？那哪都不想，那是人情啊！人情啊！该不还你呀、啊？你得等两，你给
给我两天时间。那我等用啊。你说啥？那你要等用，那你说啥整？真的。那你给我借借，你说我上哪去借？我也张不开这嘴。要你说，要不这两天吧，人那山庄就结婚，那山庄，嗯，这老张山庄，人家有婚礼，我干两天，我上那干两天，我就不花你的钱。你说人家没招我呀？人家说我干活是俩不丁一个。那你咋俩不丁一个呢？说我干活不行，不丁价，两个不丁一个。我说那我说他妈俩不丁一个，那我要一个丁仨，我挣你点钱。是不是？再不借你钱，借钱咱也不还。谁唠了你这？那也没有。我吃一百个豆儿不行，行。嗯，你说要我说这干两天活富富有余还你呢，就150块钱呗。150块钱那我也没有啊，我随便。那你没有？哎呀妈，那你上哪颠颠呢？上我二姨那手先倒一下。岁数大了，一谁也不爱借我。信不着你啊？那可。哎呀妈呀，这家。这150块钱成天倒一百，那你有你就赶紧给了得了。谁？我奶哪挣钱呢？我奶没有钱。我要有我就给了。你说我能说的？哎、你这不还该我大哥300呢？啊？你不还该我大哥300？谁有多少该他钱的？你我该他钱的。你看一问你就多少该？那天水里我怎么该他？他还该我的，你还？他老该你的。啊？他老该你。那可不咋，那我先搁他那个花子那利息我给你算呢。我还啥呢？这你这是泡啥玩意儿？啥玩意儿？麻叶儿。什么玩意儿你也吃不了？麻辣烫啊？它都有药。有药？你吃他妈多少都有药？我也喝出来药死，你给我整点。你赶紧，把奶钱给我奶。啊？给你奶，敢说我说的，你等两天，我该不还吗？你别等两天了，你再等两天的话，这钱再不给，到时候老王二那嘎结婚，我可不去啊。你要不去的话，别到时候说我上家搅和去，大强给踹倒了。你整就拿老王啥二威胁我，还威胁你啥呀？那玩意儿，那你自己那欠干净钱你不给啊？不是，那你不就150也不多、啊？你说，哎呀妈！哎，为啥天天张罗结婚还不结呀、啊？啊？为啥天天张罗结婚还不结？那谁呀、啊？那李能结啊？哎呀，可别说，是不是造谣啊？不是造谣，他是要张罗结婚的，不就卡在这那个彩礼上了吗？这彩礼不就是那就卡到这块了吗？要不就解了吗？人那头就要彩礼，你就拿了，要10万八万，这是哪整的？你说，嗨，你说都长，你说都多大岁数了还要彩礼呢？那咱要他妈剩家伙都没人要还。哎呀妈呀，剩家伙其实说心里话能看着二侄都不错的，真的。不是他也就这你二哥要的，要不要？哎呦我的妈！那脸那老长大刀钱。哎就你二侄啊，咱不是说话嘴损，真事儿。就你二侄，咱就搁农村里，他都算三四等人。你说这是啥样的？那还没到底层呢。哎呦我的妈！三四等还那还挺好的，你看。他这辈子那你说就不应该有媳妇儿。不是，他就要在彩礼上了，要不说可不就早就张了姐完了那头就卡钱儿。要他低于800万的话，我要是我姑娘都不带给他的，真的。哎妈呀，这还得说他妈完了你还。哎呀妈呀，要有彩礼，不是他要我要有钱，是不是把那钱给他拿就早就结了？我不没有吗？你说。